你怎么这么久才接我电话？你刚才干嘛去了？我告诉你最后一次，再敢有一次，我再也不理你了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我知道你在忙。那个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呗。那个，心情不太好。那个，你想怎么解决？我这心情不好，你想一个办法让我心情好啊。你想怎么？你想好、啊？晚上咱们一起去吃饭，好吧？请你吃饭去。哦。啊！啊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行了，我心情已经很好了。